我今年大二，这是我来到嘉义的第2年。原本以为我大学4年都要在这个宁静祥和的乡下度过，没想到学校决定在下个学年度，也就是我大3那年，将校区迁回台中，离开嘉义。我们也知道回台中有更多资源，更多好玩的事，但回到台中，因为宿舍根本无法负荷这么多学生回归，因此大家只好外宿独居生活。那这场景还看得到吗？嘉义本来就是这样啊，人就超冷，热就热到靠背。真的很热哎！那我们搬回台中还是这样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们知道。那你是知道什么？我就知道回台中，我们就没有像现在一样有一个专属的跑道了。之后离开这里，你们最喜欢这里的什么东西啊？我还蛮喜欢这里，就是带给我一种很悠闲的舒适感吧。像可能平常在大都市生活太久了，然后步调非常的紧凑，然后非常拥挤。到了这里之后呢，就还蛮轻松的，步调比较慢，蛮喜欢这种很悠闲的感觉。像我平常如果只要心情不好啊，或者是有什么事情非常烦躁的话，就出来走走、散散步。非常安静，然后也不会被别人打扰，也可以自己一个人慢慢的思考到底要怎么解决那些事情，就还蛮喜欢这样子。我觉得非常值得留念的地方就是这个田径场，因为这个田径场在我12年级的时候的夜晚陪伴我非常多，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一天里面要腾出一点时间跟自己相处时间，那我觉得这个操场。晚上在运动的时候，自己一个人心静下来，跑的步，天空的星星，这个心情会让我非常平静。应该是最想念这边的教学大楼，对，因为它是我们每天上课的地方。我们是运传系嘛，然后我们常常就是出去转播，然后可是我们都很早出去，然后很晚才回来。可是很早出去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有校狗，就是黑黑红红。然后就是他们每次早上我们去的时候，他们都会很热情的跟我们打招呼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到了晚上我们要回去那个，就是要回去的时候，然后他们都会躲起来，然后我们在骑摩托车过去的时候，他们就会突然很凶的冲出来，然后就会把我们吓得就是会一直被他们吓到，对，就是还蛮有趣的。我们宿舍就是跟别的学校很不一样的是，就是我们男女生都住在一起，然后这样子住下来1年，我们大家感情就变就是很好。然后我在这里还遇到一群就是很棒的室友。有一次我自己回寝室的时候，然后我没有带到钥匙，然后我就马上call室友，然后他们就很好的就是马上回来帮我开门，然后就让我觉得很温暖。我觉得在嘉义这4年来，阿里山是一个一定必须要去的景点，不管是跟朋友或者是跟家人，它都是一个增进感情、联系感情一个很好的地方。那我印象比较深刻是之前跟家人去，我觉得那时候是冬天，很冷，上到山上的时候好像是0下，我们是晚上上去，然后是为了看日出，那时候就很冷，就包得很紧，但是。为了看日出嘛，就是一个日出是一个你们之前没有看过的，就是只能从想象中，那就是真的想去阿里山自己看一次，那就冲，跟家人就冲了。那时候很期待，也是他跟很多人站在一起就是看日出的那个感觉，跟自己在网上看到的感觉真的不一样。那就大家一起看日出倒数，然后跟家人的一个，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回忆。我觉得最值得怀念的应当是这一栋现在我们在上课的教学大楼。是啊，那这栋教学大楼它的空间是很大的。那这里现在目前只有拥有2个系嘛，那学生目前总共400多个人，只有2个系，还有一个研究所在这里上课。 那空间算是非常足够，那这个空间包括是教室的空间、走道的空间、研究室，那研究室包括老师的研究室，还有这个学生的研究室，那还有我们各个系的办公室啊，还有各个系的专业教室都非常的充裕哦。 当初哈，我们学校的校地是台中市政府的体育用地。那张文英市长上任以后呢，他希望向我们学校收取这个租金。那长期而言呢，学校认为还是要有一个适当的地方拥有自己的校地，所以学校就开始寻求土地，然后希望能够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校区。因为当年呢，那个 台湾区域以后，嘉义县这个体育场嘛，因为它接下来就是要有人继续经营管理。那在这个管理的过程呢，那刚好教育部还有嘉义县政府，还有我们学校刚好要寻求新的校地哦，那就教育部就希望嘉义县政府能够提供这个地方，来给我们建立新的校区了。 答什么问题？拜托，同学，等一下打完球地要记得扫一扫哦。好，谢谢大哥。其实大哥人真的很好，你来嘉义的话，我会舍不得。对啊，我也是。我觉得学生大家都彬彬有礼，我也很舍不得离开这里跟学生分开。 可是这是逼不得已的，因为学校要迁回台中了，所以就是留下一个美好的据点就好了。啊，想到过不久就要离开这里，我觉得好感慨，就不能再吃到我最喜欢的下一套神抓饼。想当初早八的时候，我们在那里聊天，还被老师骂。对啊，还有我最爱吃的饼风。 不知道回台中还有没有这么好吃又便宜的锅烧意面？台湾的东石渔港，当初一群人冲到那里不知道干嘛，浩浩荡荡吃好多海产，这真的是只有在这里才有的回忆。说到浩浩荡荡，我们夜冲下里山看日出，那才是大学生最热血的事。对啊，虽然在别人眼中，我生活在一个不起眼的乡下，但这个地方却带给我们最多深刻的回忆。 是啊，我们再怎么想，还是要迁回我们不熟悉的台中，重新适应一切，重新认识环境。但是我会想念这里，想念这里的每一件事，每一个我们曾经尝过的美味，每一个汗水洒过的球场，每一个我们曾经笑着一起走过的路口。搬回台中，来到陌生的环境，总是会让人感到不安彷徨。 虽然我们没办法在这个朴实的乡下走过4年的大学生涯，不过一想起在嘉义的日子里，和大家一起写下的回忆，我就能鼓起勇气说再见啦，嘉义。